哎，慢点儿，你慢点儿，别瞎跑。阿姨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您是菲姐的妈妈吧？是的。你是石小娜。谢谢您能记得我。是这样的，阿姨，杨树茂呢？他找菲姐有点事儿。 能麻烦您让菲姐给我打个电话吗？可以呀，没问题。这是我名片。叶阳。阿姨好。真乖。行，那谢谢您，阿姨。没事儿。那我走了。哎，好嘞。 是说杨叔叔吗？啊，走，咱回家。不看电影了。哎呀，待会儿再出来看嘛。给，把这个给你妈，说这个石小娜阿姨，让你妈给她打个电话啊。好，行。 是痛苦，是茫然迷途，伸手不见五指，很狼藉的孤独。我的妈！快跑！快快快！什么？哎，你干嘛去啊？我有事儿。爸。 嗯，我之前送您那生日礼物呢，那幅画。啊，你有用啊？我正在画一幅送你。再贵了点。哎，画我没带。那爸，我先走了。小飞啊。哎。 哪有送了爸爸生日礼物再要回去的呀？爸，我回头再跟您说吧。哎，姐夫，这小飞这着急忙慌的干啥去了？急事。 急事儿啊！啥急事儿啊？这也不是他的性格呀。哎，红艳，什么事儿这么急啊？哎，我送我爸那幅，那个你不是说有人要高价买吗？不是，你们家出什么事儿了？还有这几幅，你说有人看好吗？我不舍得，我现在需要钱，你帮我出来吧，越快越好。不是，这漫画也需要时间呀。我知道，不是说越快越好吗？ 我进去取点钱还有点多，你帮我在这看着点，我怕有什么不测。哎，你就是不说，那急死我呀！哎，等会儿，谢谢。你就不怕我骂你是贱骨头啊？他该出去，每天只能吃方便面。 这事儿被石耀娜发现了，小娜想帮他，他不领情，他不想领石耀娜的情。得，明白了，还真是被你说中了。傻帽就是傻帽，谁也不爱，就爱你。都是我错，他怎么都是你的错了，他做生意失败跟我半毛钱关系。哇，都给倒了。 哪儿跟哪儿啊！真是没见过你这样的，是责任就往自己身上揽。嗯，真不干了，没法干。咱俩这是熟人太多了，左这个左那个。
结果交完份子钱，手里根本没剩几个钱。应该腾出时间来，赶紧想办法把这案子弄清楚了。咱可不能这么干等。谁呀、啊？飞姐，今天啊，最多只能取30万，明天再取20万，就这些了。哎呀，这一路吓死我了。什么是痛苦？是茫然迷途，忍受不住。这钱都是你的。我回卖房子，剩下的。什么是幸福？是真心如初，眼眸凝视的方向，给我勇气，梦更坚固。你瞅你这屋乱的，再遇到什么事儿，这日子也给过好了，衣服该收拾得收拾。什么是幸福？是真心如初，眼眸凝视的方向，给我勇气，梦更坚固。怎么还跟小时候似的啊？遇到点事儿你就哭，来，别哭了。姐，从来没见过小红这么风风火火的，咔咔咔咔走到门口停住，又咔咔咔咔折回来了，哎，又跑到姐夫这屋，把给姐夫的生日礼物给要走了，是不是姐夫啊？去见杨叔茂去了。姐夫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哎，要吃饭了，你洗手了吗？去，洗手去。你说我妈的事儿就不让我听。哎呀，不是不是，快点，正好洗手，我端汤啊，走，咱俩一起。走走走。是不是见石小娜去了？嘿，去了没多久就回来了，把送给我的生日礼物给要走了。平时呢，出门总背一个小包，这次背个大包，装画的，估计是找红艳帮他卖画。哎，你说这个石小娜她也是有钱人。他自己不去帮，为啥让咱小飞去帮？这也不符合常理呀、啊。人家现在是结了婚的人，还有个孩子。哎，那这不就证明大茂现在是自己过着呢，单着呢，是不是？正确。小娜，小娜，哎，来了。
回来了。有你这么使唤人的吗？我都排队准备登机了，又折回免税店给你买一个手机。我那不是为了省钱吗？谢谢二嫂。给谁买的？你猜猜看。傻帽。猜对了。不至于吧，手机都买不起了。他和谢老赵啊现在开出租呢。啊，这么惨。我也是碰到谢老赵我才知道的。我跟着去了他住的地方，他住的那个地方脏得连下脚的地儿都没有。那这不是你性格呀，你应该掏钱帮他呀。我想帮呀，他不是拒绝了吗？你也知道那杨树茂就是这性格，他宁死也不愿意接受人家的施舍。可不是，傻帽他帮别人行，自己生意砸了就躲起来不敢见人，咱老北京话讲脸薄。我实在是看不了他这惨样子，但是吧，我特后悔做了件事儿。什么事儿？我想帮他，被他拒绝了。我想给他钱，他那脑袋呀，摇得跟拨浪鼓似的。那谢老赵也在场，我总不能求他吧？嘿，我这一回来，九道弯门口碰到叶飞他妈了。我这一想，这杨树茂，他总不能拒绝叶飞的帮助吧？我就把我的名片给了叶飞他妈，不一会儿这叶飞就打电话过来了，我俩见了面，我把杨树茂的情况告诉他。哎呀，一回来我就后悔。后什么悔啊？没有后悔，因为这才是你石小娜的本性。就傻帽而言，你怎么帮他都不为过，并不因为你们两个曾经是初恋，而是因为在上中学和插队期间，如果没有傻帽的保护和照顾，你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。我也这么想的。对了，你二哥可说了啊，张立章要跳槽的事儿绝对是传闻，你想多了。没有，就凭直觉，他要跳槽是早晚的事儿。算了，不说了。一提到我这二哥呀，我也是一肚子的气，把你也算上，合谋把我这 CEO 给篡位了。哎，这可绝对不是我的事儿啊，你要埋怨你埋怨那些董事。妈，您这什么眼神看我呢？您看您站外面穿这么少，咱进屋俩。说吧，妈听着呢。你呀，真是的，你爸现在开始都胡思乱想瞎猜了。昨天啊，我见着石小娜了。那石小娜一开始还不情愿告诉我呢，她说大茂和老赵两个人在外面开出租吃方便面，所以呢这次有些事儿啊爸妈还必须得弄清楚。行，您问，您问什么我答什么，反正我都问了，回答的呢我也都特满意。他那企业怎么回事啊？就跟那个外头传的一样，项目被查封了，涉及到这乡里干部，就是贾小英他爸的案子。哦，是吗？哎，那跟那个赵雅静是怎么回事？行，
您也不用问了，我叫一股脑都跟您说了吧。贺薛洋，在外面使劲给我造谣，说叶阳是我跟我们副厂长生的孩子。哎呀，这哪儿跟哪儿？可笑吗？那大帽受不了了，心里别扭，然后恰巧呢，这时候赵雅静闹离婚，赵雅静她老公叫老姜，要整她，大帽就过去吓唬老姜去了，回来了以后说来找我，谁要碰红雁了，红雁给他骂了一顿，大帽一急，把何轩给打了，打得还特别厉害，公安局直接拘留15天。这孩子真是，等他放出来以后。出来找我，发现我已经，你不是去西北了吗？他以为我不理他了呢，受刺激了。从那以后啊，逮谁跟谁发火，凡人不理。那恰巧又遇上了这个案子，民工上门讨薪，他们家里呢就拿钱给他摆平了。他跟老赵就不想出来见人。石亚娜也是前几天才看见他们的，就这些事儿。他跟赵雅静根本没领证儿。那你是要卖画帮他呀？我是把之前卖房子那些钱全都给他了，然后再卖画，跟他一起想办法，争取赶紧把这项目解冻。那够用吗？不够用的话，我跟你爸说一下，你爸那儿还有点我们的养老钱，你们赶紧拿去用着。够了。您自己留着吧，啊，我们这边钱绝对够用了。等这个项目啊一启动，我们就继续买房子。这个丫头，真是的。那行了，我就赶紧走，告诉你爸一声。你都不知道，你爸这两天啊，根本就睡不着，就翻来覆去，翻来覆去，就跟烙馅饼似的。对不起你了，妈。真是，你自己都当妈了。你怎么这么不省心呢？啊，是不是在你们眼里我永远都是孩子吗？妈，赶紧休息吧啊！现在钱也到位了，以后不能再吃那种没营养的了。得嘞，今天晚上就吃铜锅涮肉去啊！哎，不是说买新车吗？嗨，我琢磨了一下，还是买个旧的吧，这钱省着点花，到关键时刻说不定有用啊。哎，话费我交了啊，直接用就行。这手机是买的还是？你看我干嘛？石小娜给的呗。什么都说哪儿？走，咱去趟七政府，媳妇儿上车。嗯。哎，快点啊！哎，行，赶紧的吧，麻溜开车。别跑，摔着。谈的怎么样？是我们把事情给想复杂了。既然这政府啊号召改革开放，那就不会坑民营企业的钱啊。再说了，我们没和这贾事发同流合污，就说明我们是一好企业。有可能这坏事变好事。现在呢，政府同意我们花钱把这陈小霞的这部分给买回来，等到手续办齐了，我们就能开工了。太好了，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哎，走吧，上车，去趟检察院。这都进去一个小时了，别着急，慢慢等。完了，肯定出事儿。哎，你能不能往好处想呀？这年甭想过。雨前有风雨不久，雨后无风雨不停。飞姐，我跟你说，我就怕他自投罗网，你知道吗？什么叫自投罗网啊？哎，你什么意思？解释清楚。你意思是说他跟贾发背后确实有猫腻，是吗？那谁知道他们有什么猫腻、啊、那你就该相信杨叔茂，他绝对不会有。哎，看出来了，这一看人出来，事儿没办成。
怎么着啊？怎么样啊？办成了吗？这假释法呀，最少得判15年。啊？假释法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判就判呗，他这人就该严惩。你知道第一个点他的是谁吗？谁呀？不知道。什么时候还开玩笑？人检察院都说了，咱们的项目该怎么进行怎么进行，人不管，区政府说了算。不是，这不高兴的事吗？你在吓唬人？是啊，逗你玩。走，上车。好嘞，先生，那我们先走了啊。哎，您先忙。哎，今天没白来啊。我自己都有点不信了，这跟昨天说的不太一样。我告诉你，咱们院那家，乡里人买不起。市里还没人买，所以咱那院一直空着。再有检察院也说了，就算乡里把咱那院卖出去，那也得给咱们公司一定赔偿。毕竟咱们以前把钱给交了呀，而且至少只有一部分，让乡政府给收了吧。行，不错。哎呦，走喽。怎么样？嗨，值点钱的东西都没了，我估计办公室也一样。行了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嘛。这样，你开车去把许大爷给接回来，咱们在这院重新大踏步的前进。怎么着都比住旅馆强。去了啊，慢点开啊。叫一声爸妈。你不早就叫她叶妈妈了吗？对呀。是，我是从小把叶妈妈就当成我亲妈。可是，嗨，这大过年的，咱老北京不讲究说那些那个伤感的话。反正我们一家三口在这儿祝爸爸妈妈还有老舅妈新春快乐，新的一年里啊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好啊，也祝你早点翻身。谢谢爸。来，咱们来家喝一口。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好好好。嗯。来，快走走走啊！给我吧，给我。哎呀，你跟我喝饮料吧。来，吃吧。哎。哎，大茂。哎。这过年了，你也回家看看啊。我明儿就回去。这就对了。快，都吃。哎，嗯，来来，您倒点。祝爷爷奶奶新年快乐，长命百岁。哎，好，谢谢小婉君啊！来，奶奶给红包。奶奶给红包。来了，来了。谢谢奶奶。哎，谢谢奶奶啊！哎，来吧，我到我们啦。跪下，我们呀给姥姥姥爷磕个头，拜个年，祝姥姥姥爷天增岁月不增寿，春满人间福满门。来，拜年啦！哎，好。你说的什么？你让孩子再说一遍。哎呀，行了，他这么小哪说得出来呀？意思不就说嘛，年年过年，年年快乐，咱俩还年轻，这意思。啊，不长岁数。对呀，不长岁数。就我爸净瞎挑理儿。我跟你说，今天过年啊，我不跟你一般教育。啊，拜年啦！来，这姥姥给红包。哎呀，姥姥给你俩。俩。两个呢？哎呀，谢谢姥姥，谢谢。哟。
孙子的红包给外孙子了。树枝啊，不带这么骂人的啊。哎呦妈，我怎么能骂您呢？您这不是每年都给那莫须有的孙子准备红包吗？这傻帽也不争气是吧？这不就是给孙子准备红包给外孙子了吗？我不这么说怎么说呀？你上事儿。杨树枝啊，今天过年啊，我也不跟你一般见识，要不大嘴巴抽你我。抽他。好嘞，好嘞。抽他。哟，做菜呢？哎，还是家里暖和。爸，妈，那个姐姐、哥哥们、姐夫、嫂子们，新年好啊！哎呀，我这。昨天还在外地，没来得及赶回来，爸妈对不起啊。哎，呀，那垫儿呢？我得给爸妈磕一个，我还没结婚呢，我还得要红包呢，是吧？大帽，哎，这到过年的，你连买一身新衣服的钱都不趁啊，你啊？是，哎，你怎么想的？大过节穿成这样就回来，这不丢人现眼呢吗？哎，那什么，妈，嘿，您看我把这个忘了。哎呀，这给您特意买的啊，京八件啊，把您最爱吃的，看看您看看，大包老字号，您妈呢？赶紧收起来，马上全家出去吃团圆饭去，你闹这么一出，不给爸妈添堵了吗？等会儿去我店里拿身衣服。不是我这怎么了？我穿成这样，就不是你们弟弟了，给你们丢人了是吧？爸妈，给你们丢人了，对不起。那个，妈，您这不吃就算了。哎，那你那儿还有呢，您看看。啊？什么什么？干嘛？什么？够了够了够了！什么够了？不是，妈和爸没看那盒，怎么就够了呀？是不是？您看看。不是妈，您看看这是什么，对不对？您先看看，啊，您看看，再看看这个，哎呀，您看看，妈，这您到时候给我拿那50000块钱，我今儿啊，如数奉还。可是我还没来得及换成大票呢，但不管怎么说，我给您送回来了。这个，这糕点，哎，你要是不爱吃，那我就拿走了。我早上没吃饭呢。啊，那哎，大哥一会儿是去你饭馆吃饭是吧？我这有点事儿，我先出去办点事儿，然后一会儿直接去你们饭馆等你们，好吧？那我先走了。不是。盖儿呢？那你拿盖儿盖上，不然就坏了。不，盖儿拿走，这得留着。哎，走喽！不是傻帽你。还上。哎，还等吗？孩子们都饿了。妈，要不不等了？等。孩子们饿了，让孩子们先吃，那桌先开。大人等一会儿饿不死。上菜了啊！别着急，该到了，不准动。哎，这就对了，吃水不忘挖井人，知道吗？爸妈这是告诫咱们，咱家要是没傻帽，能有今天吗？是。
是。既然傻帽露脸了，对吧？这也算是圆满了。妈，你说我说的对吗？说的对。得，爸您表态，就我妈表态。爸，妈。对，我来了。但我今天还带了一个人。爷爷，爷爷，哎，要给我爸妈打电话吗？打，叫他们带菜。带菜过来，我这儿有酒啊。行。哎，爷爷，嗯，让他跟我回趟家呗。干嘛去？骗我爸妈去。不行。瞅见没，在我爷爷这儿啊，你就过不去。怎么说啊？你去一趟傻帽家，我担心叶飞呀。哟，这刚开始看好小娜。后来觉得雅静厉害啊，现在转叶飞了。哎，不简单啊，叶飞真不简单啊。你看现在这个傻帽啊走到窄道上了，按理说不是雅静就是小娜，应该拖他一把帮他一下。恰恰这个关键的时候，叶飞把过去卖房子的钱全部给了他，把卖画的钱也给他，可见人品呐。那小娜也拿钱了呀，傻帽没要啊。这说明傻帽心里只有叶飞。啊，您这画龙点睛了啊。走，去傻帽去。哎，这回你倒着急了，你等等我。哎，我给你们开门。哎，您慢点。为什么带他来呀？我回答您的问题行吗？我问你什么你都回答吗？可以，我绝对不会回避任何事情。好，今天当着我们老杨家全体人的面啊，我就是想问问你，你为什么把孩子做了？我疑心太重了。什么疑心啊？大帽跟着张雅静去深圳，本来是帮着雅静捍卫她的财产，但我却误会是大帽听信了何学阳的谗言，所以我就一气之下呢到医院把这肚子里孩子给错了。那你现在怎么又回心转意了呢？啊？因为我知道真相了嘛，然后也跟他承认错误了，他也原谅我。妈，大帽，哎呀，这是怎么话说的？你什么都别说，我自己做事儿，我自己说，行吗？好，就算你有疑心啊，你做这个事儿之前为什么不来问问我？其实这话您不该问我。这么长时间以来，我不是没得到您认可吗？那我之前对你不好吗？如果生的不是儿子呢？哎，妈，您别生气。小心，我看这手弄身上都是。妈，哎，怎么了？手机一直在家里响。姥姥怕有什么重要的事让我给您送过来。这是你爸的。
谢谢大耳哥啊。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啊？杨叔叔昨天告诉我。那你怎么来的呢？嗯，我姥姥带我来的。我先走了。哎，来，妈送你。把拉链给他拉上，快。妈，你消消气儿啊。坐吧，小飞。谢谢您。哎，啊，啊，那你进来吧，就在包厢呢。啊啊，哎，好嘞。那个，老赵跟小凤过来了。小飞啊，按道理来讲啊，这大过年的我不该提这个事儿，但是你刚才说的那些话，你勇于承担责任，还帮着大帽推卸责任，大妈很佩服你。你们看到了吧，这就是大知识分子家庭出来的，知书达理啊。这事儿啊，妈得问问你了。嗯。啊，你是抽了哪根筋了，把个怀孕的媳妇儿放着不管，跑去管别人的？你有病啊！我的确，但是。拜年了，拜年了啊！拜年了！干爹干妈还有在座的各位，拜年了啊！我也代表我们家给大帽哥一家拜年，祝干爸干妈身体健康，哥哥姐们都发大财。哎呦，小凤进步了，小凤，这个嘴挺甜。梅姐，没你，我和傻帽可不敢回来过这年啊！哎，得了吧，老壮，大过年别说这些。必须说，尤其啊，得当着我干爹干妈的面说。干爹干妈，想必啊，飞姐也不会让傻帽告诉你们这些天发生了什么。我呢，谢老壮，必须得跟你们说说。大家都知道啊，我谢老壮跟着傻帽干事儿，栽了人生中第一个大跟头，那个太惨了。我们所有的钱啊，都折在那个项目上。在座的各位，还有我们家跟着我吃瓜唠的，也都出钱帮我，可那些钱根本就不够用，哎，还不够偿还那些农民工工资的。我们实在是走投无路了，为了生存，我们就得等翻身。等翻身，就得活着吧，啊！我们也是头一次为了活着而活着呀，干苦力，干杂活，啊，帮人家开出租，每天一睡醒，就是还人家车份的，还是加价的。我们就这样每天开12个小时、14个小时的车，就这也就只够吃个方便面，交个房钱。就这么着啊，他还一直提醒我，啊，咬牙坚持，啊，绝对不能连累家人和朋友。好，我们咬牙坚持。每天还得躲着，不能碰见熟人，不能碰见朋友。哎，可该巧不巧，我就碰见石小娜了。人家小娜看我们寒酸，提出来想帮我们。可是傻帽呢，把人家给拒了。我当时就不明白了，有什么不能接受的呀？啊！可后来他跟我一说，我知道是不能接受，这人情债还不起啊，一辈子压身上了。人家小娜也是个聪明人，不忍心，就转告给飞姐了。可你们知道吗？
飞姐二话不说去银行，把自己卖房子的钱全取了，画也全卖了，拿着这么一大包现金啊啊，出现在傻猫面前，笑呵呵的把这钱倒在床上的时候，傻猫都哭了。我也就是那时候啊，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情。得，说多了啊。大年初一，我也就甭废话了。许大爷呢，让我转达你们，请善待飞姐。善待啊，傻帽一直追求的，心灵最美的那个人。得了，你到这儿说什么呢？说完了，再给大家拜个年。走了，撤了。哎，你别走啊！走了，是啊，走啊。那我也先走了。哎，老陈，谢谢你，叶飞。没事。我的爱伴着你，直到永远。你有没有感觉？我为你担心，在相对的时间里才发现什么是缘。你是否也在等待？有一个知心爱人，把你的情你看被就这个小文凤给抢完我的玩永远。漫漫长路拥有着不变的心，在风起的时候让你感受什么是一生之中最难得，人都是演弱剧。我知心爱人，不管是现在还是在美好的事业遥远的未来，我们彼此都保护好今天的爱，不管风雨再不再来，从此不再受伤害。我的梦插嘴那会睡不着觉。快点录，快点录，快点录。你给我往嘴闭上！你说的，我说的，打了一个窗，我怎么打了一个窗你？这枪真打的！站在太阳面前，不敢动我，他揍你！感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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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各位。我听石女士说是你的主意，咱们一起拍个大合照。哎，好。